进行，没有强大你的大来宾。哎呦呦呦！十二岁的音乐小神童，哎，掌声来欢迎邓品燕，欢迎品燕，哇，品燕，哇哇。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北今年十二岁的邓品燕。今天来的身份有点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。以前出现呢，在红人榜的台上，他是选手，嗯，今天哦，他是歌手了，歌手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算是。你的第一首单曲，哎，听说这一次呢，录这个单曲给了你，帮你解锁了人生当中很多的第一次，嗯，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就是我第一次进录音室，哎。就是很多瑕疵都凸显出来，对，但是老师有鼓励我，就是说不用气馁。Okay. 那老师有给你什么样的方式吗？他教我一些像是共鸣。对，我听说你是录了两天才把歌录好，是有什么状态不太好，是不是？因为第一次还是不习惯，就是第一次进录音室，对，所以第二次就有调整回来，对，就比较好一点。当你紧张的时候，老师有没有给你什么方法？他就叫我全身放松，然后就把窗帘那个关起来，然后就把窗帘关起来，投入在自己的世界中。有效吧？这个方法有。哦，第一次录音啊，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，很多第一次嘛。那第一次拍 MV 的感觉怎么样？非常的累，非常哦，没错，非常。哇，那个是从几点就开始？五点起床，然后六点去拍摄，然后那刚好那天也是九度。对，所以天气很冷。不过呢，拍完听说，这一支 MV 对你来说很特别，是爸爸妈妈也一起参与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有跟爸爸丢球，这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一个部分。嗯，对。那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是什么？就是我的新单曲《成长的歌》。哇，咱不听过啊？啊，就是二十关一当中啊，二十关的时候才有这个福利哈。你的歌，没错。可那时候唱的时候你是选手。对，这次进了录音室，对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变成歌手的身份，要来好好的表达这首歌曲，没错，非常的意义非凡。对，那么热情掌声，邓品燕。爱的爸爸妈妈请你尽孝看
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天天笑个吉祥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